比到详情了解家乡的故事，哈维比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特别同地方社团来合作，在苗栗县铜锣桥来办粤语讲座。有请的总统府主政姚家文联合台湾交通大学的复杂专家来分享沙鹿的历史资料同文献，而详情进一步来认识当时的台湾铜锣湾发生的抗日事迹。大埔一中共四十八年连总开业，也是一粒王府院内，独坐在第1895年叶维战争的安度历史，也是客委会客家文化发展中心结合彩铁社团特别办的叶维战争讲座，宣导客家山区唔同县的故乡，请来专家学者来同乡民讲家乡的故。因为铜锣以前就是铜锣湾，铜锣湾呢这个精神，很多一盘根本客家谈。一款连庄契约是三年铜锣师傅实施在总头强下车尾，结合地方人士维护地方治安，也业为抗日义军数量唔同县参加联合曲的历史征集，难得地方历史讲座，没想到一道乡亲来谈。其实我看到当地人对很多客家的历史，还有在地的客家种相关的故事，拢参与当多，付出当多，对俺客委会、对客家文化中心，还有在地结合，拢是同好的事情。那未来我们也希望可以结合在地的强年、在地的青年，在我们这个场域能够开课一些，我们在地的一些故事、在地的一些课程，及让在地的文化文去感染第一，就是自己人知道之后，然后让更多人了解我们通过在地的故事。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讲座，打破叶片战争的故事，爱乡亲们去一望土地的历史，看见爱乡富强的乡心力。下个新闻由你诺美丽报道。